帮我挤，帮你挤。你干嘛不去厕所挤啊？干嘛？你嫌我脏哦？爱我，就要连我的痘痘都爱呀、啊。女生为什么这么爱在男生面前挤痘痘啊？都长脓了还不去厕所挤？好啊，我来帮你挤，挤爆你的痘痘啊！baby， 你怎么了？宝贝，我那个来了。上个月啊，只是闷闷胀胀的，结果这个月上吐下泻，现在整个肚子超级痛的，像有拿刀这样子一直。不舒服，可是男生就是没办法理解啊！啊，帮你打电话给我妈。喂，妈，小兔那个来，他说他很不舒服，该怎么办？啊，你停经20年，你没？你问妈？喂，妈。好健康哦，一个鼻子，两个鼻子，不可爱。我知道我们两个交往那么久了，但是你不能一直在我面前挖鼻屎吧？哎，如果我带你回我家，你会不会在我爸妈面前挖鼻屎？你这个鼻子到底有多少鼻屎啊？哇！一二三，掉到地板上，你怎么还拿起来吃啊？人家不是说掉在地板上3秒以内都还可以捡起来吃吗？地板已经一个礼拜没打扫了，小姐。不会啊，看起来很干净，我还要再吃一个。还要再吃一个？掉到地板上就是不能吃。我怎么会跟你这个垃圾跪在一起？宝贝，我帮你买牙刷了，可以用你的吗？不行啊。为什么？你等一下下楼再买一支就好了，乖。不用麻烦了，因为我已经刷完了。天大的狗胆你，还敢跟我说你刷完了？基本的健康教育观念都没有。刷你的牙。